妃嫔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请皇上救救臣妾。救你？这话说的。臣妾心高命薄，不是做贵妃的命。请皇上开恩，放臣妾回家吧。你呀，又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事情都过去了，朕有没有怪罪你？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还伤着呢吗？臣妾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皇后娘娘。哎，皇后心直口快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不过她也没有什么私心呢，所以连朕都让她三分。爱妃啊，你就别计较了啊。 可是皇后她就是容不下我。臣妾虽然年轻，可绝对不是个小女人。皇上，请你把枕头掀开，掀开吧，下面有东西。 爱妃，你藏这种东西干什么？是皇后娘娘放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皇后娘娘干嘛要在你床上放这种凶器呢？只能皇上去问她自己了。皇后为什么要放这种东西呢？我猜呀，她是想试试臣妾会不会谋害皇上。 对女子小人难养也，耍心机、斗心眼儿，女人呐，好吧，不用你们谋害，朕自裁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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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肠狠毒，是要置臣妾于死地。他就是要用这把假匕首定臣妾一个图谋弑君之罪。老天哪，臣妾只不过是长得漂亮一点，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这也算罪过吗？皇后为何要如此妒忌我，加害我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道你心里烦，可这不是我的罪过。皇后娘娘年长我许多，老奸巨猾，臣妾斗不过他，也不想跟他斗。臣妾才入宫没多久，他就用了这么多花招，这王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皇上，要么就给臣妾个公道，要不然就让臣妾回家。这事儿要是皇上再含糊过去，臣妾就只有一死了。哎，闹闹闹，就没有一盏省油的灯。来人，小人在。传朕的圣旨，叫皇后速来见驾。是。好戏要开始了，我倒要看看
你能怎么呢？速去万春宫，又是什么急事儿？侍卫一把匕首。嗯，皇上看样子特别恼火。你先去，我马上就到。这疖子终于冒头了。娘娘，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娘娘干脆一口咬死，说根本不知道那把匕首是吴玉娇自己放的，再嫁祸于你。要不然我就去把那吴玉娇给杀了。好，哎，不许胡说。啊，再让我好好想想，这个脑子不好使了。娘娘，去去去去。我敢断定，他不敢承认，他没这个胆量。哎呀，说不定他三脚两脚又成了臣妾的罪过了。爱妃，你就放心吧，朕不是个昏君。贵妃娘娘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，你急急忙忙的把臣妾招来，有何吩咐啊？马秀英，你是个什么身份？马秀英，皇上连名带姓的称呼我，好像好久没听到了。我是皇后。哼，你还知道你是皇后？皇后是干什么的？皇后是管理后宫嫔妃宫女，教导皇子公主，为皇上分忧。嗯，要是后宫有人闹事趁乱呢？后宫乱皇上厌，后宫吵皇上恼。嗯，认得这个吗？认得，不就是一把匕首小刀吗？这匕首谁的？我的。是我放在贵妃娘娘的枕头底下了。哼，这么点小事干嘛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啊？朕一向是高看你了。哼，这万春宫是朕的温馨之所，你为什么要放这种凶器？吴贵妃，你说呢？我坦坦荡荡的，既不敢得罪皇后，更不想做坏事。再说，这匕首明明是你放的，我哪里知道啊？身为一个女人，又是皇上的爱妃，这么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小事都说不清楚。臣妾才疏学浅，请皇后指教。哎，怪我高看你了。我本以为你琴棋书画都懂，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，其实不然。你要不是有个贵妃的身份，也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子。哼，就连我的丫鬟秋菊都比你强得多。平常的女子倒也罢了，可不能耍小心眼儿使小性子，在皇帝面前做一些狗屁倒灶的事。皇后娘娘的斥责，臣妾不明白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那好，我就说明白。俗话讲，酒是销骨的毒药，色是割肉钢刀。你年轻漂亮，皇上喜欢你，身为皇后我也高兴。男欢女爱，人之常情。可是皇上是众嫔妃的皇上，是大明朝亿万百姓的皇上，
是我马秀英同甘共苦、出生入死的结发丈夫，我心疼他，维护他，关心他，天经地义。人总得通情达理，自尊自爱吧。我总不能跟皇上说，让他少到吴贵妃那里纵欲过度吧。响锣不用重锤敲，我以为你是一面响锣呢，所以我把这把假刀放在你枕头底下，让他时常提醒你，色是隔肉钢刀，凡事不可过度。朱重八，说完他，我可要说说你了。他年纪轻，不懂事儿，耍小心眼儿，敢在菜地里跑马，敢给你皇上脸上抹黑，敢找茬攻击我，我都不在乎。可是你不能糊涂啊，我的一片好心倒成了驴肝肺，还大喊马秀英。你为了讨好他，在这个小女人面前你训斥我，你就不怕天下人耻笑，不在乎这大明江山，不要这朗朗乾坤，你就把我废了？秀英，秀，立她为皇后算了。秀英啊，办法！哎，快倒上倒上，渴死我了！可不是嘛，我刚走出万春宫那阵子，我都佩服我自己呀、啊嗯，这脑子真好使啊！我怎么就想到“色是隔肉钢刀”这句话呢？哎呀，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我这国母的感觉就找着了。我再怎么骂呀，那吴玉娇她就不敢吱声。嗯，那皇上啊，哑口无言。牛，真牛！娘娘真有意思，真好玩。快水，渴死我了。说了，怎么能说娘娘好玩啊？娘娘啊，是真牛。牛，娘娘好牛。来来来来。皇后娘娘。骂得有理呀、啊！哎，不过也太厉害了一点儿，哎，这一天当中就骂了我两次。哎，好在过两天他就要出远门了，我要清静清静。他去哪儿？他去，哎，去朕的老家凤阳。娘娘要去凤阳？不是凤阳。是泸州的合肥县，我要去调查泸州知府孙知山。这么说，皇上对他们也有怀疑了？哼，恶有恶报。哎，这些恶人呐，早晚是要被除掉的。你一定要沉住气，不能灰心呐。娘娘此去要多长时间？合肥离南京有300多里，走水路也得十来日，来回也得一两个月吧。娘娘不在京城，万一……我已经跟刘老先生和高启交代过了。哎呀，你的身孕虽然穿着衣服看不出来，可这阵子你可千万不能让皇上宠幸你呀。我已经跟侍寝太监交代过了，把你从侍寝册上